娘呢是四岁还不到，她就买些出口去打工。这一年的五月28，她就有一公撇，就滚到浙江去的嘛。也是凡是亲戚，我们国人大人都没得联系。他们叫我到福利院，我说我去不得。假如是那个的时候回来，我说转一口都没得过。我说我就再那么困难，我还是不愿意在这里。跟他说把这个爸爸怎么还是收到。